我在你的袋子里面看到结婚证书，你们要结婚啦？被秋婷告诉了，他说我是他人生最大的赌注，所以我会陪他赌赌看。你爱他吗？是的，我爱他。我也爱他。祝你幸福。骑车小心。这次我真的对你说谎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庭湖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爱情白皮书哦。